眼看2019年春节越来越近，春晚上的精彩表演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从日前进行的春晚联排来看，除了首发阵容曝光的蔡明、宋小宝、贾冰等人以外，还有冯巩、程野等老中青相声演员和喜剧人。更让人期待的就是林志玲竟然成为宋小宝的新搭档，这种美女与野兽派的组合又会在晚会上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让我们尽情期待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